Hello， 大家好，欢迎翻到嚟爱丽丝嘅 channel。今次咧要入住嘅酒店咧就系、位于路氹城嘅美斯美高梅 MGM Cotai。咁之前咧都有嚟过呢一度咧拍过好几次啦，餐厅啊、艺术展等等。美斯美高梅呢一度咧系喺2018年嘅2月份开幕，楼面嘅总面积咧大概系200万平方尺。其中咧，酒店有两座大楼嘅，提供咗咧1390间客房同埋套房，分别咧系美斯同埋美艺两座。而今次入住嘅咧就系美艺呢一座大楼啦。从入嚟大堂嗰一刻咧，已经有一盏好大嘅名贵水晶吊灯。到大堂嘅艺术收藏包括咗咧28张预制嘅地毡藏品。每一件珍贵的艺术品和装饰品都是悉心地挑选来点缀气派非凡的大堂。今次入住的楼层在19楼，房型就是美艺专柜套房，大概有94平方米，楼底有 3.3 米那么高。上到嚟房间嘅楼层啦，带大家咧一齐 room tour。咁我入住嘅时候咧，官网嘅房价咧大概系3500蚊左右，而家咧应该都系差唔多。喺我真正开机拍摄之前咧，已经入房间咧睇咗一次噶啦。原本咧系打算直接拍嘅。但是入到房嗰刻咧有啲惊喜，所以咧就先了解咗咧再拍。咁呢一间房咧系有两房三个厕所嘅。入到嚟咧系一个大厅，有用餐区啦，同埋梳化区。餐台旁边咧系吧台。两个房间咧分别喺大厅嘅左右两边。先入嚟咧其中一个嘅浴室，咁近门口位咧系个衣帽间。入到嚟浴室啦，除咗咧有浴缸，仲有个双洗手盆，最后咧会系坐厕同埋淋浴间。咁呢一款嘅智能坐厕咧，同我屋企用嘅咧系一样，好有亲切感啊！淋浴间咧，除咗有一般嘅雨洒式花洒啦，仲咧系有蒸汽嘅。出翻嚟咧，喺洗手盆呢一边咧都有张梳妆台。睇完个浴室啦，就由呢一边嘅门口咧通翻去房间嗰度。咁呢一间房咧有张大床。床尾对住电视，咁旁边咧有张书台。而房间同埋大厅咧，系用咗趟门咧去间住。而两间房同埋厅嘅景观咧，都系差唔多嘅，一样可以望到永利皇宫啦、表演湖，仲有咧上葡京同埋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咁从房门口咧出到嚟大厅嘅位置啦，有一张咧好大嘅 L 型 sofa。啱晒一家人，又或者有几个朋友住咧，都好开心。啱啱送咗啲生果咧，同埋一支酒入嚟。我哋咧继续去睇埋另一间房啦。
咁呢一间房咧就系有两张床嘅，系咯，空间感咧比起头先间房就大啲。两张床咧都有个插梳位喺侧边。呢一度咧有张细嘅圆台。望到的景观呢就是比较对正上葡京的。咁呢一个呢是个 mini bar 嚟嘅。柜桶里面呢有茶包同埋即溶咖啡，亦都有呢雪柜。入去浴室之前呢有个衣柜。前面呢呢度门已经锁咗㗎啦，咁就知道呢係由两间房呢去合拼嘅。呢一个浴室嘅间隔呢係同头先嗰个呢唔同。除咗呢冇蒸汽浴室同埋梳妆台之外呢、其他嘅設備呢都係一样。两个浴室咧都系用 Bulgari 呢个品牌嘅沐浴用品，见到都开心啊！咁其他嘅梳洗用品咧就会放咗喺呢一个盒入边，打开睇咧好似一幅艺术嘅画作一样。座次咧就同头先嗰个咧系一样。我哋出翻嚟咧，大厅嘅位置，吧台上面除咗呢一啲嘅酒精饮品之外咧，厅同埋房间嘅雪柜里边嘅饮品咧，都全部系免费嘅。爭啲咧，唔記得咗睇埋最後一個廁所，就係咧喺入門口左邊嘅位置。咁呢一個廁所咧就唔係用智能廁板嘅。到咗晚饭时间啦，咁我哋揸车咧去咗威尼斯人嘅海底捞。可能咧今日系星期六啊，都几多人等位。如果有食过海底捞嘅咧，都知噶啦，喺等位期间咧，职员咧都会好好服务，不断咧咁拎啲小食咧俾客人，大家咧都食得好开心啊！哦，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好的，不要，好的，可以尝一下。好吃哦！好啊好啊，攞啊攞嚟吓！终于咧都有位可以入去啦。呢一间铺咧，除咗地面嗰层啦，仲有楼上嘅座位咧都几多。咁打边炉嗌嘅嘢食咧，我就唔逐一介绍啦。但喺后面嘅部分咧，都影咗少少变面啊，同埋拉面嘅表演。Yeah.
个是咩啊？呢个和牛，好。两分钟就 OK 了哈。翻翻房间啦，睇到夜晚咧嘅表演喎。飲飽食醉之後咧，就落去影埋酒店嘅夜景咧，俾大家睇下。對面咧有上葡京啦，同埋永利皇宮。天橋呢一度咧，其實係輕軌嘅鐵路嚟嘅。大家咧有冇覺得少咗啲嘢咧？就係泳池嘅部分啦。咁我覺得佢個泳池設計咧好舒服，環境咧都靚嘅。咁我會留翻咧下一集咧同大家分享。今集咧多謝大家收睇，記得訂閱、留言、讚好同埋分享，撳埋鐘仔，有新片出咧就唔會錯過啦。我哋下條片再見。